我觉得是兴趣再加上毅力，还有他认为他要完成别人很多人会做不到的事情，他喜欢挑战这一种的。第一面去家乐福买一台迄个地震规格前路避震的，买到二十斤重的空灵车，搁落来扛两摆，无大经搁徛四十几分才到顶头，我永远拢会记。来来来来，赞赞赞！
去做小镇一千次的那个观音山，很棒。成功加庆祝啊！今天庆祝小镇观音山一千趟成功。抓给他得几天抓？得几天抓？来去。有没抓？我几天啊？谢谢阿姐，讲句话。好高兴。我们要第一千趟哦。走了，写几清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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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一千趟上路了。得是清楚啊！越来越感动，终于要满一千了。这种办到激励了自己，想到过去五年多的，都爬翻了下来呢。都是晚上啊，五千趟大概，一千趟大概有900趟都晚上骑的，只有100趟是早上骑的。哎，不简单，你都要做 Facebook 来生活。这感动足多人啊！哦，哎，加油啊！不行要被淘汰了哦！对对对对。加油！加油！我撑到这了。哈哈哈！哇，完了！所以人是像变的，你越来越强的。我是无双冷煞的。
性就是爱愈行愈强。对啊。这就是为虾米，咱丈夫是你的菜。多厉害吧！这么厉害，什么枪背起来？特厉害呀！五千场，对，除了他一千场，再就是一万场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超强的，加油！继续超一万趟迈进。加油，必胜！要什么名字？黄明雪。明哥嘞，好好，我们在讲到哈。人家十分钟的哈，他可以弄两小时，对不对？哎，我知道。哦，我怎么做到？哦哦，我特别注意。小郑哥骑了一千次，你有没有话要说？哎，五年后再来第二次的一千趟，两千趟。对，我80岁的时候还能骑脚踏车的时候，我希望后面多一个零。哎，多一个零，观音山多一个零。80岁，我大概不在。再叫那个跟小郑哥讲句话。很佩服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你很惊，我很惊。那个他好像毅力很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超佩服的。然后我们要多多学习。对，谢谢小郑哥。耶、yeah! 啊！你跟那个小郑北北恭喜一下，恭喜拍手。真的，妈妈。三八拍。我来用我的。我要你。这我来观音山的台地了。这是先抓的吗？先抓抓。来来来。真的不简单，恭喜他，谢谢。小郑啊，哎呀，一千多虽然是五年安尼，安尼慢慢轻下，但是后摆路过足长的。反正超一万遍嘛哈。哎呀，因为到一般啦，达到一千遍弄的来松懈。哎，就一路迈向两千趟。啊。好，你录影啊？嗯。啊。小鎮恭喜哦，一千趟了，你免阁看进度，两千趟等你哦，耶，两千，容易啊，啊、哦，不简单，一千趟，学习的对象啊，啊、哦，谢谢。哎，无电啦。我无过样讲话。无啦，小鎮叫他叫伊电视的。哦，恭喜小鎮新抓成功。哎我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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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恭喜蔡子君，连姐连姐。啊，谢谢。三天马开戏了。三天马，三天马有小镇，小镇先。进来啦！进来啦！对啊。达成。然后1001趟，跟我撞一趟。在电工开始了，电工什么？来，先把小镇一趟成功了。好，来，三二一。垃圾啦！垃圾，垃圾，垃圾了，垃圾，啊不垃圾嘞。没有贤内助的支持哈，一千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他每天晚上都问我说：“啊，你今天不去骑哦？”要有贤内助的支持，才有一千趟。每天晚上问我：“你不去？”对，要哦，对。骑多他28分，我想说，我有一天一定会超过28分。结果最快的记录是在20分里面，从小溪出发，这样子。只要有毅力，绝对都会成功的啦。这一千次当中有几次他骑了骑车跟你一起上来的，而且就不如我很少上来啊，对不对？好像没有超过10趟吧，我们骑协力车上来。没有，我还好啦。不过其实真的是还蛮好玩的，其实多亏他，要不然老观音山我爬2小时我都爬不上来。啊，跟他骑协力车的话，40分钟。哦，他算很厉害，你看我那么胖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要那个什么，要骑那台20公斤的协力车，然后还要拖着我，然后还要。